欢迎回到我们警长台账时间。Hello， 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，还没有 cue 他出来。我是 Marco， 嘿、hey ，大家好。那我们上一集聊的蛮精彩的，意犹未尽，所以我们这一集主要是想要探讨一下，当你投保回来了之后，你亲朋好友周遭这些狐群狗党的看法是什么？OK， 跟人家分享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OK， 大家好。我现在带了已经半年多的时间了。对，那现在我当天在就是做完整个定妆之后，戴完头发之后回到家，然后那天下午就去接小孩。是，那小孩一开始怎么接？哪位？小孩一开始看到我有点吓一跳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爸爸，你怎么哪里不一样的？”对，但他也说不上来。对，他也说不上来。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，你不觉得爸爸头发变多了吗？他们就开始说，哎、欸，对耶，然后就开始叽叽叫了，就说，对，你头发为什么变多了？你就开始对这头发就产生很高很大的兴趣。那回到家之后 ，OK， 到晚上睡觉，发片嘛，就拿下来的时候，可能会像他妈妈就说，哦，就像河童哦，然后像罗纳度哦，像唐那个沙乌进哦，像相扑选手，对对对对，类似这样子，就开始跟他们心理建设，而且真的拿下来以后，他们反而。他们的预期跟我的预期，他们的反应跟我的预期没有一样。我以为他们会觉得很 surprise， 也会觉得很奇怪。但他们说，哦，啊还好啊，他们就没有就觉得没什么嘛。对对对对对，一定要把你的头发找回来。是是是，找回原本的发量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四十岁，我们就四十岁的发量的样子，应该怎么样？嗯哼哼，大家不会把它弄成像二十岁，像十五岁，也不会把它弄成像七十岁。是，就是整体不能有违和。没错，没有，对对对，不能有违和感，这点很重要。对，真的。那周遭朋友呢？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我去上班，那有些同事呢知道我有，因为那天又需要请假嘛，所以可能有些同事知道说我去做。对对，有些同事，部分同事，对，部分同事有去讲，那部分不知道。那部分同事看到我的，知道的这些人看到我，他们就觉得很神奇。啊，你真的有戴假发吗？就看不出来。对，他说，哎、欸，看起来超真的呢，完全不像假的哎，就每个都这样讲。那不知道的同事呢，很多人都说，欸、那不是变笑脸了呢？对，哇，你变帅咯，就自然而然的。对对对，自然而然的，真的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不是说我自己自恋怎么样，是真的，很多人都这样讲。对，那所以同事的部分是，那我朋友的部分也是，我因为我后来我po FB。然后我再看到大家说，哎、欸，你头发是怎么了？你怎么回事？就开始很多人密我说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弄的？对对对，为什么我办法变这样子？对，那我就会去跟他，我比较乐于分享，我也会老实跟他们讲，就说其实我有戴发片，然后所以呢，他们就会把我的照片，他们很多人问我说，哎、欸，我可以把你的照片给我朋友看吗？我觉得他去用的应该也是效果，他可能有需要，那我就说哦没有问题，然后所以他们都会把我的照片去给他看，说哎、欸，我以前是这个样子。啊、现在变这样子，有不少人因为你，然后真的认识 Marco， 我觉得有跟他用的很好。真的，OK， 对，所以他这个差别是真的是你有戴跟没戴，第一个年龄上的感觉视觉感就差异非常的大，对，那在你自己的信心各方面也都差异非常的大，对，那甚至于像我们之前我就看的警长，他有去做那个高空弹跳，高空弹跳的交飞车、飞机跳伞，对对对，这些。我认识我都觉得说不可思议，我就觉得不太可能。因为我在那时候我拿到发片是5月多啊，那我在台湾疫情爆发之前，疫情爆发之前，对，我刚好去澎湖玩。哇，这精彩了。对，没错，我很那时候我就很兴奋，就是沙滩布包包而已啊，没有，重点来了。那时候我就一直，拜托那个只想他就是公司的人说，拜托，因为我要5月初我要去澎湖玩，拜托你务必要让我在。出发之前先拿到发片这样子，对对对。那还好他就有及时赶到，对。然后到了澎湖去，那其实一开始我也是很担心、很犹豫，说到底要不要真的，因为毕竟这发片一顶，它也是所费不赀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也是要的。那万一这个它飘掉了，这是小事。那飘掉之后，你头发这个就很形象，对对对，就很特别，洗不掉了。对对，没错没错，那就也是一开始犹豫，后来想说。人家广告都拍成这样，那我想说好，那我来试试看，就试试看嘛。对对对，就试试看。那前面有一个重点哦，就是
其实他这个我是带那种就是贴胶布的胶带的，对对对。那他们有一直有提醒我说，如果你要去做这种比较，比方说剧烈的运动啊，然后会去碰到水的，他们建议我贴那种白色的，强效一点。对，白色的胶带，没错没错。那好，我就那时候我就乖乖的就照听话，就贴着白色的胶带。贴了一圈，我贴了一圈，只贴一圈，中间没有。是是，很猛哦。然后因为我本来想要贴中间，可是觉得应该还好吧。对，没有拉拉看。我有，我贴完之后，我先试，我就去试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我就还 OK。然后好 OK， 就不然我就去玩了。那到澎湖一定要玩什么？就是那个三合一的水上活动啊，浮潜啊什么的。然后就一样，就是照样啊。他一样有戴个帽子，对，他有那种就是安全的帽子，对，戴上去，然后这样下去，然后所以下去。我说真的，他也没有让我任何有那种就是头发要飘起来的感觉，完全的，对对对对，完全没有。对，我有说头发要飘起来的，两个，真的真的真的是很稳。然后之后起来之后呢，也一样就是像就简单的就是用风这样用因为我有听执行长讲的，要用冷风，不能用热风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冷风这样，对对头脑，对对对对，把它拨一拨，就慢慢自己再去做个造型，然后隔天呢也就又恢复正常。所以我觉得效果真的是蛮不错的。所以是不是跟一般正常人都完全一样？其实真的就是对生活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或是影响。就是正常，就是那些正常发量的人能玩的。没错，我们都能玩，都能玩，不会有说不能够去游泳啊，或是不能够去碰水啊。另外一半的意见呢？太太，我太太呢？当然，因为当时在做。在弄头发的时候，太太有陪同我一起过来，在制作嘛？对，制作方面他当下，所以在理发的那一刹那，他自己也他有在现场。OK， 他有看着我去理发，他有给你第一刀吗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对，他第一刀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反而他不能接受程度比我还严重。老实讲，对啊，但是后来慢慢的戴着头发，然后过了两三天，他也跟小孩子一样，就是玩比小孩子就是比小孩子还更晚习惯。但是他久了，他就觉得就很正常，就很正常。他对女生的卸妆，可能是类似，对对对对，类似这样的概念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回家就是把睫毛拿掉啊，然后是卸妆这种概念。我也是欣然接受啦，是不会有什么怨言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比喻很好，没错没错没错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感觉。对，所以他对于周遭朋友的意见都是蛮正面的。我老实说，从不管是我的家人，然后朋友，然后知道我有戴发片的，跟不知道我有戴发片的，目前我得到的这些 feedback， 对，真的几乎100%都是正面，100%就是没有讲说。没有人说你这条黄的当然是假发，或者说你怎么变不一什么头发好假什么之类的，从来没有过。所以我觉得是为自己形象提升加分，真的真的是加分很多，加分很多。就像我刚讲，缺氧一样，缺了头发你就洗头发就好了。对对对，你近视就戴眼镜或戴隐形眼镜，是这样就好，不用换眼球。Oh no！ 没错没错没错。那我觉得科技到目前为止日新月异 ，maybe 有一天。有个疫苗吧，现在流行打了不会秃头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把这个 COVID-19 疫苗打完，再来研发。其实我觉得执行长这边有讲到一个重点，好吗？其实我不是我因为我印象之前有看过一个报道，然后也有看过电影，也有演过这样的东西。他说，其实这个秃头这个部分啊，他说其实癌症都有得治啦，对，但是秃头这个真的是没有，就是目前真的还是都没有解药的，没有错。对，我还是要讲一个论点，就是说如果钱能解决的事情，它就是大事，因为比我们年轻的事有太多了。所以其实我真的是蛮感谢多摩黑有这样的产品。对，真的，我这是我平时想讲的，真的，谢谢。有这样的产品，就是让我的自信心不只是对别人看我，甚至我自己看我自己，然后你整个自信心的提升，然后你在处事上各方面的都会变得不一样。好哦。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轻松，把场景拉到外拍这个咖啡厅来，还是以这个来带酒 ，OK， 为我们告别听众。哦，谢谢啦，谢谢执行长，谢谢多摩黑人，谢谢。那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，可以点选下列表单。很乐意来跟各位分享，那我们就期待下一集见喽。好 ，OK， 放糖来，没问题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